其实特斯拉在上海的厂区可以说是超进度，还记得吗？今年年初才动土新建呢，怎么今年都还没过完，竟然已经具备生产能力了呢？而且明年最快就可以有第一台中国制的特斯拉。重点是呢，还不止这个车子，甚至啊，连电池都是中国制。外媒今天就报道了，特斯拉今天跟这个宁德时代中国的车用电池霸主已经签下了先前的协议，最快啊在2020年的时候就会使用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制作的图卡，发现中国的这个宁德时代啊，它现在其实是世界上车用电池的龙头哦。而且啊，它跟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两个人会面的时候啊，大约谈了40分钟就拍板敲定了这项合作计划。所以最快2020年 Model 3所需的电池在中国的这个厂区就会来自于宁德时代。其实对于电动车来说，这个电池可以说是心脏，成本的40%，也就是40%都是在这个电池上面。但是台湾的投资人对于宁德时代可能有点陌生，但是您知道吗？它竟然是欧洲各大车厂都抢要合作的对象。透过下一张图卡，您可以看到我们帮你整理出来了。最先刚开始想要跟宁德时代来合作的其实是 BMW， 他们在大约2012年的时候就跟宁德时代签下了这个47亿美元来采购电池，而且宾士的母集团戴姆勒也跟他们签下合约。画面中照片看到的这个卡车啊，这么大型的卡车，它使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今年最新 Volvo 也签下了跟宁德时代好几十亿美元的合约。但其实对于特斯拉来说啊，特斯拉在中国它不只是有宁德时代，它其实跟 LG 也有签约的，但是 LG 没有取得独家代理权，所以未来在中国的特斯拉就会有不同厂商的电池在这个车辆上面。而且这个宁德时代呢，其实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是投资人哦。在2017年的时候，郭台铭透过了子公司富泰华，用1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新台币44亿元，取得了1.19%的宁德时代新能源股权。在当时，宁德时代是还没有 IPO 的，所以大家透过这个金额，大概有估它的价值，大家是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宁德时代啊，它是慢慢一步一步爬升到车用电池的龙头，甚至呢，未来有可能会威胁到日本松下 Panasonic。但是因为电动车这个电池这么的重要，现在这个时间11月6号，在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特别去了一趟印尼馆。为什么他要到印尼馆呢？因为印尼是全世界拥有最大镍矿的一个国家。印尼的投资协调部长也在这个进口博览会上面，而且他还喊话特斯拉说，希望他们可以买这个硫酸镍作为电池制造的材料。他还跟中国说，希望中国的和中国大陆来合作，让印尼的产品也可以获得批准，供应给在特斯拉中国上海的产区。这个镍对于这个电池这么的重要，就是因为它可以让这个电池充电更快速，而且呢可以塞入更小的电池组里头。而在印尼这么大的镍矿国家里面啊，其实最主要就集中在这个中部的这个地区，叫做苏拉威西省，这里是印尼最大的这个镍矿产区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印尼他们现在要严格检查镍矿出口到年底，而且2020之后甚至还有禁令。他们现在一方面想要跟特斯拉招手，叫他们来这边设厂，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寻求其他电池公司的合作，也就是说他希望特斯拉这个也算是一个车子公司，也算是能源公司过来，也希望其他的能源公司也都过来，要抢占电动车的商机。就是因为这个环保的议题近年来是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的，不止呢，其所有的这个汽车大厂都要来投入电动车市场。可是投入电动车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能源车，只是在能源车燃油的这个上面呢，还是要尽量的降低油耗。而为了要降低油耗，拼环保，其中车子的重量就是关键之一。到底他们是如何来降低车重的呢？接下来就要带您来看。流线型 LED 头灯强化了运动张力，亮红色车身搭配之下更彰显了英国轿跑霸气。
整个车体的82%都是采用航太级的铝合金，这车重是来到1536公斤，不仅是更轻量化，也能更省油。车体轻了，平均油耗是1.8公里，但有安全，车门用的是钢，设计上仍有巧思。它的车门实际上还是钢铁的材质，因为侧撞的话你溃缩区比较少，所以实际上钢在这个地方使用是比较有用的，所以车厂也必须花尽心思来设计，说我到底什么地方要用铝合金，到底是时候要用钢铁，来作为一个成本的考量。赛车教练就点出，整车用钢或铝合金，重量约差300公斤，车轻也降低油耗，更加符合环保趋势。弯道来个大甩尾，从经典水箱护罩就能看出德系豪华车生意，轻量化就从碳纤维来。从后视镜盖、老流尾翼到车顶，全都采用碳纤维套件。光是碳纤维引擎盖就比传统钢制重量大大减轻一半。F1 都是用全车碳纤维，那好处就是你撞击时候，其实它是你看到它什么零件都散掉，其实是把一些动能带走，而不会伤到车台的驾驶。所以其实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考量。连轿跑都拼减重，除了让速度再上一阶，也能更省油。东森财经新闻刘佩琦和坤元综合报道。